这样的一个案件，不单是警察被谋杀，就连他的太太也被奸杀。从这样的一个手法上来看，我们有可能相信这跟黑社会有关。我们觉得不只是这位警员，还有可能有更多其他的警察跟贪污有关系。不知道佘医生对于贪污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？贪嘛，是人性吧。高薪并不代表他们就更加廉洁，反而呢，造就了他们更贪心。有些人死的时候吞不下最后那一口气。那口气哽在喉咙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就好像灵魂上不了天堂，下不了地狱。这些就是冤魂。在我死的时候，叫我妈帮我穿红衣，还用我妹妹的血来跟我接线，所以我才可以回来保重。发达！那么清楚儿子的为人，为什么你不替他说句话？我们做警察不可以乱讲话，有些事是需要保密的。露西，把他打来！你那天乱杀人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放他！报仇！用他的血洒在我的坟墓上，这样我就可以超生。我要他们死得难看。